就是一直烧鹅的酱料。Yeah.健康蔬菜，哇，这里非常嫩的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吃饭张小厨呢。今天突然心血来潮，做几道硬菜来好好的补一补啊。那为了这几道硬菜，我特地准备了这台高端国货产品来助我一臂之力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你现在用我，谁在帮我了？又现金了？我哪来靠的呀？有二十块，赶紧滚呀！他们这个跟鸭子价钱差不多了。鸭子要便宜点呀。嗯，晓得了，要一个。十八了，要一个。鸭子五十块，我用兔耳。兔耳还便宜呀？嗯。兔耳呀，这个兔耳没有搞的，没搞到的，我宰了你呀！几斤值了？然后十几块钱斤了。没加那些嘞，哪有我的懒工活呢？没有，我看。阿妹。看你少点了。收嘛！哦，这鹅已经排回来了，你们看一下像不像广东那边的黑棕鹅？反正这个鹅是广东那边的，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残留的毛发，胡子也给它拔一下子。这关节下面来一刀，不能砍太上，会收缩。翅膀这里也砍了，这肥油给它扯下来，清洗干净备用。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只鹅弟。这里用到沙姜、八角、香菇、红爪、小洋葱，也叫干葱，全部把它们剁碎。这红爪去籽了，用手拍省得还要多，算了，还是用刀来拍吧。这八角尽量剁碎一点，刀颗全部放在一起。这里给花生酱、海鲜酱。再来一下这么多，柱侯酱两勺，腐乳一块，蚝油也两勺，盐巴一丢丢，白糖少来一点，生抽一丢丢，搅拌均匀。这是一只烧鹅的酱料，这盆里加白醋100克，红醋30克，麦芽糖20克，把它搅化开。这个米酒是52度的米酒啊，来调个脆皮玻璃浆，这中间面粉30克，风车生粉15克。泡打粉5克，鸡蛋煎1个，加清水一点点，再加点，调成这个拉丝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加点明油给它，让它更脆。OK， 锅一下油，把配料炒香，香味出来下酱料一起炒香，再来点油，炒香先倒出，加30克高度米酒，这家庭版的烧鹅料就做好了。这个鹅的水分掉干，把它取出。现在开始腌料，把这一碗酱料全部搞到里头。我就简单了，不用什么五香盐了，把右手伸进去，把酱料涂抹均匀在那个鹅的肚腔里面，给它均匀入味。准备一根钢针，把它屁股缝起来。这里来一张，转过来，这里一定要缝扎实啊，防止那个酱料漏出来。最后一针插到肚子里面去，不要插到肉啊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把这根打气管伸到它脖子里面去，给这鹅充气，让它皮肉分离。这里还有一点，用棉绳把这个勒住，防止漏气出来。给它放到90度的水里面烫一下，收缩定型，10秒钟换一面，侧面也烫一下。可以啦，不要烫太久，马上放到冷水当中，让它快速冷却，防止出油影响烤的时候上色啊。给它适当风干，再上皮水啊。排骨给它泡去血水，剁碎的大蒜、姜粒、葱粒，搞到搅拌机里面，加适量水搅出大蒜汁。这大蒜汁倒进来，来2勺盐调味。大半勺白糖，中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这个排骨泡好，挤干水分，把排骨倒进来腌制。再来给这鸡蛋黄，前面剩下的给整个也可以。这个大蒜汁看到完全吸收进去了，就给适量的风车生粉，
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冰箱冷藏腌制两个小时再炸，这个水分适当控干就可以刷皮水了。刷第一次给它干了以后再刷第二次，尽量每个部位都刷到。今天是南风天，难搞喽。现在刷第二次了。吹干就可以刷这个面糊了，刷上薄薄的一层，然后给它吹干完以后再刷，刷两次就可以了。 2000 years later， 这个表皮已经吹干了，不粘手了，就可以烤了。哇，哎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刚好可以支撑温度，可以穿到下面，这样子受热更均匀。我们先用风焙烤20分钟，把表面的水分再吹干一点，调个80度吧。这个时间到，把它换到这个加湿烤模式，把它调到180度，烤一个小时，再看看啊，开烤。烤了20分钟，给烧鹅换一面。中途再看一下，哇！再换一面烤个20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其实这个时间跟温度，大家一定要灵活的掌控。实时的观察，看颜色变了就把温度调小一点啊。可以了，打开。哇，下面一道菜，蒜香排骨，调空气炸170度，炸30分钟，开始。那现在终于烤了，你们看这颜色上的非常均匀啊，翻车是不可能的。你们看这酥脆的外皮，多汁的鹅肉，忍不住流口水了。哇，看一下熟了啊。创作不易，如果觉得对你有用的话，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帮点一个免费的赞吧。哇，爽爽！最后用200度烤个20分钟，这样子让它表皮更脆，同时油脂彻底的逼出来。可以了，哦呦，好香啊！最后一道菜就是这个清蒸螺肺了。这大螺肺啊，这里我们调到鲜嫩蒸，95度蒸个15分钟啊。这个鱼比较大，所以要蒸时间长一点。开始，这个蒜香排骨在炸的时候，中途最好给它翻个面，这样子受热更均匀。趁热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嗯，很香，很入味。光看这个颜色就知道非常的酥脆，很香的这个。可以了，哇，好大的气啊！我喜欢用热油激发这种酱香味，所以现在先放了，铺上三丝，浇上滚烫的热油，哇！趁热我们来看一下，冷的就不好吃了。哇，这里非常嫩啊，这个鲜嫩蒸的模式真的非常不错。看到没有，这个部位都熟来了。哇，这个位置最好吃的，这鱼腩好嫩啊。嗯，爽爽。好了，这三道菜尝试了，这个必须做出来马上尝试，中间间隔的时间太长了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终于我关注了，宝宝。哎呦，这里没有风。哎呀，这样转圈，嗯，最后一针插到肚子里面去。